真的是身无分文啊，不是分文未取，二话不说直接帮忙。他今天有来，你在哪里？我有一点语文，你不是身无分文，你家财万。谢谢，看得到你吗？有办法特写他吗？我好爱你，爱你，爱你，爱你。我好爱你吗？他说什么？啊？哦，他很有钱。是，给他那个哦。他平常慈善事业也是做得非常多，有任何需要拜托打电话给他。哎呀，我想他不会介意吧。对啊，希望他不要介意。那个我之后再跟他好好的赔不是，不过他都住地堡了，这也没关系。